主料，金针菇2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辣椒、葱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材料，金针菇和辣椒。金针菇剪去头部，掰开小朵，清洗干净它，放在篮子上晾干水分。将金针菇随你喜欢的形状摊排在碟子上，我将之摊成了煞形。金针菇之上均匀舀上一层辣椒，到锅中蒸10分钟。出锅后撒上葱花，热锅倒3小勺花生油，爆热后淋在金针菇之上即可。色泽鲜亮，烹饪技巧，蒸的时间要掌握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